福爾摩斯啊，Sherlock Holmes 啦，裏邊有啲佢哋係扮。扮講外地語嘅咧，當然有啲外地語我哋唔識啦。但係當佢講廣東話嘅時候，分明佢哋係亂咁講。佢今日咪有一嚟開始乜嘢卡，好係卡好啊。關於阿邵逸夫同埋方逸華女士嘅啊，佢唔係淨係講兩個啊，都係其實主要係影城大亨啊嘛，係咪啊？嗰陣時佢哋推呢一個嘅時候咧。當然方姐會有留意到啦，就有人同佢講嘅，但係劉嘉玲個角色好似係扮你嘅喎，咁佢咧內容咁精彩，想睇埋落去，下載 OpenSky.tv 應用程式，收睇完整版本啦。